每个人都渴望成功，但是成功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努力之后得到的结果。在生活里，每个人都是个幸运的人，只是有的幸运儿愿意为了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优秀，他们愿意去努力。那么下面三个星座的人，他们坚持就会有了更好的结果，看到了更加胜利的曙光。人生太多的态度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，那么这次的努力需要继续延伸下去，就会看到胜利的曙光。一起来看看处女座。处女座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，在生活里处女座从来都不会因为一点波折就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但是为了梦想就会坚持，自然会得到好的结果。处女座在人生的路上不停地找寻着自己的颜色，他们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，生活变得更顺遂。白羊座，白羊座的动力总是有很多，而且白羊座这个人就是一个超级能够坚持的人，所以只有你坚持了之后就会看到胜利的曙光。白羊座不害怕苦难和艰辛，自然会努力坚持了之后就会有着更多的好结果。未来让白羊座得到更多的信心和开心。双子座，双子座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有着太多的不悦，所以他们很努力奔跑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日子开始变得更加的如愿，生活出现了更多的好事，双子座开始得到了更多的好效果。那么双子座坚持到了最后就会有好结果，这份好意帮助你总需爱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